哦吼！来吧，莫菲特，感觉费心系得好，再克他。不要一直 Q， 一直 Q 蓝就不够用。费心系得好了，再接着 Q， 这样收益最大化。这么怂的吗？这潘森奉献等打野吗？要抓我？不是什么意思？兵都不补吗？这是一个蓝色性格的潘森。哎，他在打着摇打野，是不是？你在玩龙龟吗？我操，龟形态，打野要来，差不多该来了。加速吧，啊，果然是龟形态走，拜拜。看来站位应该往下站一点点了，没升四呀，可惜，升四能走的。来个手抓饼，我都要把我被打野针对，来吧来吧，他没意义了，他要死了，我马上升六了。好耿直啊，这些人。红了红了，精神攻击受不了。操作变形了他。没事，也不知道我在打，到六了要跳我们，待会儿小心点。他又没事，也被我卡了。他要升六了，这波，所以得交闪了。晚点闪，他一个二我们就死了。走了走了，这样子针对，我又没 Q 你，你怕什么？他有点慌。他死了，全是单杀，来个美甲再嘲讽一点，来抓我，给我送书，我这女枪她是懂的，买个夜刃又克温又克我，
大可以留着再杀一个。好像假如要回家，大留着刷个 F7 了。哎呦！还行，给潘森那可以，那我能接受。他原本灵感六了，只有100块了，养猪养一波来。直接大破大盾就好了。直接大两个，AD 没死吗？差一点点，怎么杀了两三个了？直接卢登给他炸了，大小兵呢？这卢登给他夜刃炸了，小月死了，怎么死完了？我操，就我一个独苗了，我一个人打奔两路还这么难吗？我这杰斯对线个男枪出波看，先把上塔推了大就好了，刚好推完塔大就好了。杰斯要过来了，这我也没血。等着你呢，真的好针对对面，水银鞋、夜刃、金身、影魔刀齐活了。刷个 F7， 给他们吧，不要了。给他们喂个饼，这游戏现在叫养孩子，叫带娃。又是一个残血，去吃吧，去吃，快点攒到。感觉可以换个推推棒把雨枪夜刃破了，待会这卢登可以不要了，这会没那么缺了。没事，感觉不能换推推棒，推推棒 CD 太久了，为了女枪一个人感觉没必要。想了一下，我觉得推推棒换了不太行，会减少我们的作战能力。
W 应该是没了。那卢德还有加速呢。给他龙抢了。我才是打野这把老父亲，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给队友养大。这波抢完龙，对面直接心态爆炸，这都快四点了，三点多了，